发现我的发型变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就是刚刚登上了那个 Amtrak 的这个叫什么 Coast Starlight 的火车上面，要准备前往 Santa Barbara。刚刚停好车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来 Union Station， 所以要先寻找一下那个入口啊、月台啊怎么走，像个乡巴佬一样。第一次搭火车。哦，我们还没有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，我们今天要去 Santa Barbara。到了。啊，机智如我。Good morning. I want to check in for. Alright, going to Santa Barbara for two? Yes. Alright.Car number 12, okay. Seats 37 and 38. Okay. 这样，在旁边有，因为后面有人。就买好火车票之后呢，他就会帮你划位嘛。然后划位之后，因为通常火车，譬如说我们今天10:10的火车，它前五分钟才会广播，所以我们就是先去大厅休息。那大厅也太酷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都是，这是万一第二次搭火车，是我第一次搭，还蛮兴奋的哎。而且，虽然刚刚在 Union Station 我们有点惊慌失措，对，因为找不到我们的月台在哪里。对，最后就是问了热心的服务人员，然后就顺利的那个上车。然后刚刚我还以为这台不是我们的车，差点错过，差点要就是跟他 say goodbye。而且这台车超大，就是有2层楼，所以它非常的高。然后我们的位置是位在2楼，可以看一下窗外，就是有点曝光，不过就是整个 view 都不错。然后那个 Coast Starlight 就是等一下有一小，也不算一小段，就有一段路都会看到整个洛杉矶的海岸线。嗯，加州的海岸线啦，不是洛杉矶，就拭目以待。
拜拜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虽然是那个经济舱，但是它的位置真的很大。然后，身为腿短的两位亚洲女生，还踩不到前面。我们经过了两个半小时的车程，到了 Santa Barbara。对，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刚刚下火车，然后火车站附近直走，其实就是蛮有名的 Santa Barbara 的码头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去码头那边吃一家餐厅。哇，这边这边，蛮多人的地呀。
我们的 Y 小姐租了儿童专用的脚踏车之后，她的脚还够不着地。她租了儿童脚踏车，脚还够不着地，好糗哦。然后刚刚那个收银员，就是我跟他说我们要租一个儿童用脚踏车，他很狐疑的问了我三遍：“你要租儿童脚踏车？”事实证明，的确是要儿童脚踏车，我连儿童脚踏车都要垫脚尖呢。好了，然后我就租了一个这个 city bike， 然后他们家是先刷卡授权，然后等到你还车的时候再收钱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开，也不是开，准备骑过去 downtown Santa Barbara 那边有一家咖啡厅。我们大概骑了5分钟的路程来咖啡厅，我们已经汗流浃背，而且还有一个坡，太累了我们。就是太久没有骑脚踏车，来到美国之后就没有骑过所谓的脚踏车了。我也是哎，所以我刚刚一度忘记脚踏车怎么骑。国中3年我都是骑脚踏车上学，所以那3年我蛮厉害的。对，过了那3年之后，脚踏车什么东西啊？只有车子啊。Hello， 所以我们在去完那个彩虹拱门那边之后，其实就没什么行程了。应该说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想要体验搭火车，从洛杉矶搭到 Santa Barbara 这边。然后实际在 Santa Barbara 要干什么呢？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安排啦。其实是个蛮 chill 的行程，就是租个脚踏车，看到喜欢的地方就停下来，像现在这块地还不错，吹着海风，然后面对着海。然后 Y 他刚刚有查到一家冰店，是吗？对，就是那家冰店，其实在南加还蛮多分店，但 Y 说就是在 Santa Barbara 它是创始店，叫什么？我忘了。McConnell 吗？对 ，McConnell Ice Cream。等下就是要骑过去吃那个 Ice Cream， 然后就结束今天一整天的行程。对，又是搭火车过来之后再吃的一天，放松了一天。对啦，还不错啦，我觉得行程不用排太满，就是还不错，不用太紧凑。
可以的，下一个。Hello, return. Yes. 来哦，腿短的结果就是看五个小时一半天15.95元，对不对？你看 C， 你看成人的 CT bike 要33.95元，我省了多少钱啊？就是腿短的效果，好不好？腿短就是这种有这种好处。好啦好啦。好啦，所以今天从就是洛杉矶搭火车到圣塔芭芭拉的体验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体验搭火车，我觉得就是意外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。嗯，这个 Amtrak 还不错。嗯，然后其实我们的火车本来是预计那个9点到，结果现在8:10它都到了，所以这个快了50分钟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中间、啊、中间有虫洞，是不是？它就传过去。很棒，我已经眼神死。对，因为我们因为他前面的乘客，总之就是那种很吵了，对，很吵的那种，然后会动来动去，椅子就是会，总之会啊，就是很 annoying 的那种乘客啦。嗯，然后总之今天的体验还不错。嗯，然后在圣塔芭芭拉也是很悠闲的度过了。那现在就要开回家啦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坐稳了，你以为在看那个《Fast and Furious》是不是？哎呀，第9集要出来了。嗯。超人公司。